gitu. Oke, round 2.
上的 lock 的那个 trigger。太厉害了，感觉像是音乐跟着他。出场的是马东杰队成员马东杰 Gamble， 街舞能力者演员歌手程潇，有请。帅哥街舞马东杰，帅帅帅。当 Esmeralda 遇上了 Kashimoto， 当程潇遇到了跳街舞的我们。Yes， let's go， let's go。四位能力者里面只有程潇老师一位女生，所以我们跳的风格也会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舞蹈更像是一个艺术品。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给我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托举，因为托举是我第一次做的，我没想到我会有三个托举的动作。六七八，为什么你还卸了呢？哦，哎，因为不知道怎么拖，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力。No, 太远了，太远了。是我不太行吗？就是这个力是使不上吗？还是怎么样的？
不对，你这边又不对了。没事，没事吧？动作如果太危险了，那要不然刚过来做，我做这个。因为他没做过，他就是可能不知道怎么办。没做过，劲儿用对了，对。对，记住这个感觉啊。因为确实太难了，他们都没有做过托举，所以就是他们两个也非常辛苦的。5、6、7，走，起。Nice， 可以。哎，这边一次就对了。这边一次就对了。Yes. He's like. 刚才可以的，可以的。托举的话我是很怕失误的，因为上台表演只有一次，如果在那次没有做得很好的话，那影响还蛮大的。可以的。在巴黎圣母院。She's control. 漂亮。장샤오와本当に綺麗。もう舞台に立ったらもうあのロングヘアがもう漂亮な感じで。ガンボとマドンジェは二人のあの一人のなんか男の感じの雰囲気は強いですよね。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はなんか三人メンバーが3人だけだったので、そこのスタイルというかキャラクターの違いがすごく目立った作品だったと思います。马东杰老师他们那组主题巴黎圣母院嘛，然后陈晓老师他的一个情绪演绎是非常到位的，在最后甘博老师把陈晓老师往后面拖过去的那个托举动作非常的动人。四位队长大师团成员可以开始打分了，现场评委3、2、1，很厉害啊！巴黎圣母院，
怎么会排这样一个作品呢？当时我们主要看到程潇老师的第一想法就是，哎，美的化身哦，然后联想到了这个故事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对，首先是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舞蹈风格，而且我觉得本来钢爆现在的舞蹈呈现方式就是很适合有表演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发挥出钢爆的一些优势吧。然后其实像马东杰确实没有想过一个 popper 去做一个托举的动作，我觉得还是突破挺大的。而且我觉得陈潇就是一出来的那个整个画面是很漂亮的。对，谢谢。我技巧分我打了超过我平时会打的满分，我给了20分，因为我觉得这个技巧太多的高难度的一些动作，整个画面是很丰富。哦，我也是觉得技巧都很厉害，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从两个男生在那边打了之后，程潇在这边悲痛这一段开始太长了，就没有一个变换的感觉。来，程潇来跟我们聊聊，聊什么？这次来这九九五的感受怎么样？啊，累。对，因为我们就是之前这个改了可能有8版吧，对，就是已经到彩排的台上。跳着跳着刚博说我们跳哪一版啊，就是已经改到这个份上，然后就觉得还是挺折磨人的，就是说好听一点就挺恋人的，真的很、所以我们的节目名不虚传哈。对对对对对。哎，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这边哇哇叫得很厉害，我想问一问 Roshka。 I'm happy first to see kind of in 绝绝舞the a French storyNotre Dame de Paris is a famous, famous story in France. Has another story. I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on stage. This is really good. There is a great technique for sure. I would just say a little bit pity about the character of Quasimodo, because his poster, he got a special poster exactly, a special way to walk. He's kind of ugly, but also he's a beautiful beast. And I wish I can see more acting like that out of you. But otherwise, that was really beautiful.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马东杰、刚宝和程潇带来的这支作品，我们要把 Zikens 和赞多请回舞台。接下来为大家揭晓两个作品的得分。Zikens、赞多，队长评分385分，就差5分。大师团得分382分，哦，很高。现场评审投票68票，好，最终得分为835分，蛮高的，还很高的。马东杰、刚宝、程潇，队长评分365分，大师团评分363.5分。现场评审投票61票，最终得分789.5分，也挺高的。恭喜 Zico 队获胜，积1分。Congrats！ 别忘了，恭喜！赞多还有 Zikens 组合这三个人作品是我觉得本场最佳，哇，太强了，真的。赞多跟他们俩配合，三个人是一体的。我特别惊讶是赞多把他的 House 加进了 Zikens 这个组合的 Hip Hop 的起舞里。啊，这个作品有太多可以说的亮点了，我觉得都是可以被载入这就是街舞啊这个史册的，可以被拿来反复看的一个优秀作品。太好了。陈潇的这个作品的话技巧度也非常非常难，只是说两位男老师感觉也没有把自己的舞蹈部分很发挥出来，就有一点点可惜，但是很养眼，大饱眼，很美，我觉得。
烂的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诱惑八百，这次为自己做个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诠释自我。挑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踏上舞台那刻才能让我斗志激发。嘿，让我点燃这根火把，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嘿，这就是街舞，为自己而舞，不需要装酷。这就是街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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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舞。谢谢各位舞者爱好者，我发现其中也有我们在微博发起的我爱街舞征集大赛的活动，来自微博的舞蹈大 V 丫丫舞、甜甜 Sweet、 大新 Naruto、 Clever Do， 也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兄弟俩看过之后感觉怎么样？热闹。是的，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我爱街舞，这场主题我们邀请了八位热爱街舞的嘉宾加入，其中四位街舞能力者，他们分别是演员歌手程潇、歌手制作人小鬼、舞蹈冠军 Into One 赞多、唱作歌手演员傅龙飞，还有四位喜欢街舞的街舞爱好者，他们是中国首位男子速度滑冰奥运冠军、2022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双旗手高廷宇，以及宝藏男演员宝剑锋、全民健身教练刘畊宏，最后一位中国冬奥四金得主王蒙。啊，我终于可以来，这就是这个。对我来说，从这节开始的第一期就开始看的。所以您是这就是街舞的忠实粉丝？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的。因为这街舞我常常给我的儿子看，每次看我都觉得哇好热血，我好想这样跳跟这样热血。对我来说，来参加这个就让我感觉很青春的感觉。在我们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将先进行一场特别来宾之间的 crew battle 表演赛，来展现他们的实力。分组情况是这样的，程潇和赞多他们将与 AC、 Popping C、 马小龙、 CC、 凯哥组成一个小队，将迎战的是傅龙飞和小鬼，以及 Risa、 涛涛、小鸡、 Rochka、 十一带领的小队。哇，厉害了。同时呢，在第二 round 我们的队长也会有两位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一波要不我和雨欣队长我们来玩一下。好，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就再来一点尖叫声吧。Okay, are you ready? Let's go. Come down and take off again. You see pleasure in my glare. Look over my shoulder and you ain't scared. The effect you have on me when you stare. Head on a pillow, I get near. 真的帅，他真的有帅，非常刺激。Please do not be alarmed. Do not attempt to leave the dance floor. The DJ booth is conducting a troubleshoot test of the entire system.
alien superstar. Whip, whip, come down and take off again. My pillow hike it in the air. Please do not be alarmed, remain calm. Do not attempt to leave the dance floor. The DJ booth is conducting a troubleshoot test of the entire system. Keep him addicted. Lies on his lips, I lick it. Unique. That's what you are. Stilettos kicking vintage crystals. Unique. That's what you are. Stilettos kicking vintage crystal off the bar. Category. Alien superstar. Whip, whip. Okay, round two.